弗格森大型直冷快冰机，由蒸发冷制冷主机蒸发器等三大部分组成。制冰系统采用弗格森自主研发智能控制系统，一键启动制冰后，水泵自动给蒸发器注水并到达指定水位，同时蒸发冷和压缩机开始运行。制冰完成后自动停机，设备出冰时水泵给蒸发器内部注水，从而使冰块在冰膜中脱落，让冰膜与冰块之间产生温差，再由脱冰盘承载下降到指定位置。由工人遥控推冰装置送入冷库储存备用，整个过程操作简单方便，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。